又来啊？还要砸？啊，对，老子今天就是要把这家店再砸一次。我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敢砸姑奶奶的！店，你把扫帚先放下，哎，小心！天下第一高手又来砸店了。哦，就是你砸的我的店哈。啊，幸会，幸会。嗯，那砸吧。哦，对了，今日别砸礼盒，多谢啊。砸吧。嗯，是。先出去把门关上，老子今天要亲手把这家店再砸一次。好嘞。这活没法干了。打人不好，你打算一辈子靠这种活为生吗？你还没娶妻生子吧？我家掌柜说了，好男儿志在四方。英导，后面还有好多事儿，我先忙了啊，交给你了。好的，云兄。这位娘子，我叫樱桃。樱桃娘子，哎，这事也不瞒你了，其实此次是因为我表弟犯了一些事儿，急需用钱，而我现在又两手空空，我是实在没办法再答应那个性情的条件，干此等阿杂之事。不如这样，你常在街面上行走，一定知道不少小道消息，你帮我们明镜台打听打听，哪里有旧首饰回收，我让掌柜给你抽头。娘子，您这是何意啊？你，哦，你是让老子，是让我从良吗？我没有那个意思。那走吧。去哪儿？砸店呀。砸店？啊，后院有一批废木料，随你砸。樱桃娘子，这不妥吧？不砸，你怎么交差呀？